来关心高雄的消息，高雄连日潭站下晡发生风帆冰船的意外，造成一个教会学生呢堕水身亡，国家级生出来教练失踪，一直到透早六点才被找到，但过嘛已经无去啊。当时画面已经公开，有去翕到这个风帆瞬间冰船的时，两个人落入水了，都无看到人啊。依照气象站的资料，站下晡有六级的阵风，依照这个了解。这个查甫囡仔被救起来时，身躯虽然讲无穿救生衣，也毋过有穿主仆衫、主仆的这个衫、这个主仆、这个衫料呢，主仆的这个教练敢若是无穿。依照警方调查讲，这个教练敢若是私底下咧教学生，啊，同时这嘛是开放这个水域活动了后发生的头一件死亡的事故。风帆船在湖顶咧驶，帆向向倒向水面，整个船变过。船顶当时还有教会姓王的男童和姓蔡教练。帆船完了之后，教练有爬上船，然后就只有一个人影。这件意外发生在昨下晡，男童是家长送去连池潭找教练，要进行一对一的风帆船课程。不过船帅因为不明的原因变过，两个人拢跌落水。男童飘去孔庙岸边才被找到，找出来教练是伫干那都是冰船的所在附近被找到。无人机发现那个疑似蔡教练，然后橡皮艇就过去支援。那他是趴着，他是背扶着。根据了解，男童被救起来时，身躯顶有穿做蒲衫，教练敢那无穿。其他专业的水协教练讲，做蒲衫和救生衫相比，救生衫的安全性要是较悬。教练说，其实呢，要玩水最好是穿这样的专业的救生衣，因为落水之后呢，底下有个裆扣，可以避免人衣分离。浮力衣的话。你其实还是需要在，你如果落水的话，你还是需要有拍水或者是做一个夹脚的动作，那你才可以浮起来。另外，连池潭水域因为市府咧设幸福移民，所以只要扫 QR code 就会当来算，安尼安全性敢有够？民众，那你环河鱼米下去了，那我们当然，对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规范。这是市府开放中央连池潭水上运动以来传出来头一件跌落水的意外，到底是啥物环节有状况？安怎改善避免发生憾事？各位等相关单位进一步检讨调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